小伙伴大家好，我是米霞，又快到了露胳膊露腿露腰的季节了，肚子上的小肉肉还藏得住吗？那前几期啊，健身视频底下很多小伙伴都说馋我的腹肌，那今天呢，就给大家安排一套高效减小肚子的动作，赶紧跟着我一起练起来吧。动作一，障碍物坐姿转体卷腹，坐在瑜伽垫上，双手向后支撑，保持身体稳定，双腿并拢，屈膝并抬起，以身前障碍物为终点，用腹部力量带动腿部左右摆动，做16次，注意保持呼吸，让腹部持续发力。动作二，障碍物坐姿伸缩卷腹，坐在瑜伽垫上，双手向后支撑，保持身体稳定，双腿并拢屈膝并抬起，用腹部力量带动腿部进行收缩卷腹，注意以障碍物为终点，左右各一次，做16次，注意保持呼吸，让腹部持续发力。动作三，交替摸脚跟，分别用手摸左边的脚跟、右边的脚跟，上身微微抬起，左右各10次。每个动作再重复2到3组就可以了，每天坚持10分钟啊，就很赞。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打卡，等到夏天我再来看看谁能练出平坦小腹。好了，今天的周末健身房就到这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